晚安。我的特技是强制战地。下一步去哪里呢？我能遥控骰子步数。我是花仙子，喜欢我吗？天助英才啊！我很满意，建个大房子吧。我是小赌神。下一步去哪里呢？告诉我。这只股票太便宜了。
什么时候轮到我上场啊？我是小土神，我是糊涂鬼。什么时候轮到我上场啊？保持清醒，别和我一样糊涂哦。你好，我是小土神。努力哦，别让我失望。我能遥控骰子步数。钱对小天使爱丽丝来说没有任何用处，所以她把所有的钱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。当然，这也是她参加本次大富翁竞赛的真正目的。日行一善，好人终会有好报。